期待，但也希望今年可以打破那个厄运，可以抽奖运。但是我从小都没有那个抽奖运，看一看吧。我想抽车，但是没有机会，因为他们留给男生哦。因为我很想抽车，那我可以。你可以拿那个钻石跟他们换。可以吗？你可以尝一尝。我试一试，如果我真的赢到这个钻石，后来我看见谁谁拿到这个车，我就跟他换。秘密地就说喂，换一换好吗？这样。车我也觉得 OK，但其实我觉得当TVB 的老板也不错，因为抽到他的股票的话，我们就变成。